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动态分析。所谓动态分析，我还是拿这个子类别来去观看一下好了。子类别的动态分析，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哦，在动态分析里面各子类别的产品一样，动态分析只能做在散布图，没有别种图可以选，动态分析只能做在散布图。Power BI 它的规定。Power BI 它规定动态图只能做在散布图里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不是销售额跟利润？利润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哦，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这一个书架啊？这个书架它各年的销售行为模式的探究是很重要。举例来说，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老师，我要找一位学生，然后他代表我们班去参加那个国语文的竞赛，然后呢，他去看，假设有一个小朋友一下考90分，一下考60分，一下考70分。一下要考90分，还是说找另外一个小朋友，都每次都考89分、91分、90分？你觉得如果你是老师，你会是不会先看他过往的表现来去做决定？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过往表现呢？或者是我是不是想要知道说这个书架它的一个销售行为模式是什么，以方便我们来去做不同的选择？举例来说。刚刚我们是不是分析出来这一类的产品，这个主力产品跟一般产品，它的销售模式、销售行为模式应该有不同吧？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关切的。所以怎么做出动态呢？动态在这里，刚刚这张图应该可以很容易画出来，我们来去做这个动态散布图。动态散布图，我们把这个订单日期啊，订单日期放在这边播放轴。为什么是选订单日期呢？我们一定要选一个连续性资料。什么叫连续性资料？一月一号过来是不是一月二号？一月二号过来是不是一月三号？对吧？这就叫连续性资料。请问你学号一号变到二号，二号到三号，这也算是连续性资料 ？Sequencing 就是。一个序列式的，那请问一下哦，请问一下，书架变到椅子，然后变到影印机，变到配件，变到桌子，请问这是不是连续性的？不是，这就不是连续性的资料了。什么人事处，接下来会计室，然后接下来警察局，这是没有连续的，可以了解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面选一个连续性的资料放在播放轴。它会依照我所选择的连续性，然后来去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订单日期，把它拖曳到播放轴，然后稍微等一下，这边就会看到这播放钮了。可是这边它会按照日期来播，建议各位请把它改成日期阶层。你看哦，它是不是就这样播了？可是你看得懂吗？你看得懂他在播什么吗？看不懂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因为他播得太快了，就会有人会希望来去调整他的速度。OK， 我们不用调整他的速度，我们现在直接来观看一下这几个是不是一个主力的产品。我们点一下它，它会把它的过往的那个怎么跑的过程呈现出来。那请问一下，我是不是也可以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所谓的一个，就是它过往的销售跟利润之间的那个路线。好，请问一下哦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，当我点了书架，它是逐步的往右上来去跑，然后椅子是不是也是逐步的往右上跑？然后影印机是不是也是逐步的往右上跑？至少你看这个点到这个点，是不是逐步的往右上跑？请问收纳具
是不是也是逐步的往右上跑？可以看得懂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？什么结论？什么结论？主力产品销售增加，利润会跟着增加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的分析要走到这一步哦，可以吗？那是不是还有一般的？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一般的那个子类别的商品？你看哦，点它，它是不是也是慢慢的增加？对不对？好，桌子呢？诶，它不是诶，它是往右下跑。请问往右下跑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不讲销售额降低？销售额是增加，你为什么不讲销售额增加，而是讲利润降低？利润降低是对的哦，因为它往右下跑嘛。往右下跑的重点是什么？利润降低，对吧？对哦，你们一定要会分析哦，因为看了这些行为模式之后，我们就要去看，哎，一般的产品它为什么是往右下跑？哦，利润降低。所以会改吗？会改，就是我们去关心桌子，而且是哪一年？2016年呢？2016年我们发现它利润下降，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看这个大数据分析，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，我们可不可以在当它往右下跑的第一时间，我们就例如说发一个信息通知我们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这应该不难，只写一个 if 就好啦，可以吗？但这套软体做不到，另外一套软体做得到。当今天，请问一下，当数值就是利润减少的时候，我们标示出来那个时间点，这个写一个简单的 if 就做到了，可以吗？这在第三天你就很会写这些东西了，所以可能最痛苦的是第三天跟第四天。可是你的成长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我们可以发现他走的，他成长，可是成长好像感觉就是只有销售增加，但是什么利润并没有增加，就是这个用具。那你去看这个还往下跑，然后。整体来看，它是往右下跑的，所以这边的美术跟桌子是不是都往右下跑？可以吗？这是往右上跑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代表就是说它的一个销售减少幅度很小，然后那个利润那个成长的幅度也很少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地方的特性，你又可以再整理出来一个。行为模式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如何改善，例如说用具，如何改善桌子，如何改善桌子，你就避免什么？避免它利润下降。如果当它下降，记得就例如说赶快找出来，然后去杜绝。我了不起不卖桌子可以吧？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公司2016年这边不会利润损失这么多？好，提供给你们参考咯。这张图最大的地方就是这个播放钮、播放轴。播放轴请把订单日期，因为订单日期是连续型的资料，搬到播放轴里面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。